爸爸，刚刚睡觉了。我说刚他走，妈妈你叫去打下的，别人去打，他一个人叫去打下的。那就到了，他自己去问一下吧。爸爸，爸爸有三个了。好，你先请你吃完饭再讲吧，不然你一直讲话，不然跟我生气吧。他上次吵架了呀。不然你一直讲话，不然跟我生气吧。他上次吵架了呀。那这样子吧，会生气哦。嗯。还是什么？不要在那乱哭啊！你哭啊，就是大白上去，你有听到吗？昨天补什么东西？啊？然后爬上去吗？那就把东西吃完吧。妹妹，爸爸帮你吃一点苦瓜，但是请你肯定赶快吃。爸爸帮你吃一小个。不行，你吃大的，爸爸吃小的。爸爸这边还有很多苦瓜，因为今天的苦瓜比较苦了。爸爸这边还有很多苦瓜，因为今天的苦瓜比较苦了。所以爸爸希望，但是你们吃一点就好。今天的比较苦，爸爸不知道为什么那种苦没有种好，今天的苦瓜比较苦，所以就很苦苦的。啊，你吃大的，爸爸吃小的。那请你赶快吃哦，不然你爸爸会生气哦。把这个吃掉就好了。好，赶快吃啊！要不要去厕所啊？妹妹，好，放纸上，把这个苦瓜吃掉啊！啊？你看要掉了，眼睛看好，吃，放好嘴巴。整个咬进去，爸爸一把吃一个了。整个咬进去，爸爸一把吃一个了。爸爸那样苦瓜给你吃啊，你吃完苦瓜，爸爸就会用香肠给你。妹妹，你看你苦瓜还没吃完。哥哥就是因为豆肉跟苦瓜蛋蛋都吃完，所以爸爸给你。妹妹，你看你苦瓜还没吃完。哥哥就是因为豆肉跟苦瓜蛋蛋都吃完，所以爸爸就要给他香肠。可是你豆皮都还没吃完，请你先把苦瓜吃掉。你一直放那边，爸爸会越看越生气哦。爸爸看你胖也吃很多了，哥哥吃一个很大一个哦。今天那个苦瓜有点苦了，所以爸爸已经帮你吃很多了，把那个吃掉就好了。对啊，你吃那么小一个啊。我很棒。对啊，哥哥今天吃苦瓜很棒哦。那个吃掉就好了，你要帮他用香肠啊。好。好啦，就是你没有去便便，你要去便便的，好吧？好，乖乖，喝一下汤就不见了。来，那是吃萝卜吧，苦瓜爸爸吃就好了，不是苦瓜的苦。有些苦瓜比较不那么苦，今天苦瓜很苦。来，那是吃萝卜吧，苦瓜爸爸吃就好了，不是苦瓜的苦。
有些苦瓜比较不那么苦，今天苦瓜很苦呀，爸爸刚才就吃很多颗就很苦。啊，这样子啊，你要爸爸帮你加那个啊，加香肠啊。妹妹，汤汤不要吃喝完了，现在胖胖吃不下哦。你把苦瓜吃下去就可以了，吃饭了吧？哎，你把那个菜菜吃。对啊，已经吞下去了啊。啊，还没啊？你要咬吗？你没有咬，我吞下去。太搞笑了。小朋友说故事。不行，因为一听你们又不专心吃饭的，爸爸要切香肠给你们吃的。好，身体好是可以。啊？妈妈，你电量90%，连接 LAP2RP3D6GD7NC 和 Mr. R iPhone XR。已经连接 Mr. R iPhone XR。那你再把红萝卜吃掉，爸爸就切个香肠给你吃了啊！爸爸今天这个哥哥，这个哥哥已经吃完了。我是才艺老师。这么多香肠，你们也吃不完啊！你闻一下有没有吃到？你会很伤心呢。有很香吗？拿出你的学习单。等一下，把切一下了。小朋友已经很熟悉老师上课的方式了，所以从章节二开始学。还有哥哥，你吃完菜菜了呀、啊？爸爸刚才说过，你们吃完菜了，爸爸就切给你们吃啊。我哥哥那么多，我不要。你不要这么多啊！我要这么多，他先等我吃完你还要闻一下是吗？还闻一下。来，爸爸吃一下。都在我的小鼻子上。都在我的小鼻子上。好了，爸爸先给哥哥吃哈。都在我的小鼻子上。乐乐乐。对。嗯。嗯。他真的傻。现在是啊，爸爸再切一些给你啊。你把萝卜吃了，爸爸就给你了。Let's try again. 对，好是这样，萝卜不会苦吧？萝卜甜甜的。Let's try again. 对，好是这样，萝卜不会苦吧？萝卜甜甜的。Good job, kids.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three-letter L words from the story. I will show you the word, and you.We'll try to sound it out. Let's try together. The first word is... Can you try to sound it out? 那你要把碗里面的肉跟蛋蛋都吃掉哦，不然你要你吃香肠吃完，你那些东西都吃不下了。I makes the sound. If he makes the sound.爸爸在捣蛋，对啊，爸爸在捣蛋，
That's right. It's a hen.
the mama chicken. A hen. Good job. 接下来我们翻到故事的里面，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啦。Look, look at the little hen. 没看过，吃完了。小胖胖都装的比你还多，你还要吃香肠吗？哎，那是玉米吧，是的。B U B。怎么的？为啥要吃这么香？对。
虫。蝴蝶小时候是毛毛虫的样子，长大才会变成蝴蝶。So I see a mama butterfly and a caterpillar baby. What do you see? The end. That's all for the story. 小朋友们，在讲完故事之后 ，Let's sing the story into a song. 那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Look. Look with your little eyes. Look. 你看到什么东西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Look a lion, a puppy, a dog. So the song looks like this. 你听，慢慢的来学。So the song looks like this. 你听，慢慢的来学哦。Look, look.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Look at the little dog. Look at the big lion. That's right. Look at the little cow. Look at the big lion. 然后你就要 roar.像大狮子一样的叫一声哦。Let's try again. Look, look.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Hello, look at the little cow. 好，那就不给你尝尝。这样慢慢再来呢好那刚刚就可以再给你看看 What do you see? Look at the little puppy 小小狗 And then look at the big dog 还有然后呢你要学小狗这样子叫两声 Let's try
当你可以完全正确的念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礼物